咋了？一开头就发生了一件囧事。增加我的衣服的主题是，你养我吧。我的衣服主题是，天差地远的。哈喽大家好。最近大家有看我视频，知道我们最近三个住在一起了嘛？然后我们想说，这样住在一起了就不要，然后建这个组合好喽。对，活新生代美少女组合，我们的名字叫做张丹妮。我是40-56岁到30岁的年龄担当慧敏。我是在评论里总有人说我的上皮是屠龙刀割的上皮担当草娘三。我是张大大的弟弟，人们最爱说张大大的弟弟张发发。我们来上车，你们在非常前后就叫做张发发。张发发，可以说是不是得屏蔽？张发发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揭秘。这是我们不为人知的重口味的另一面，私生活。对，私生活。你一定要说撕逼。现在在你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扒皮哦，对，因为有什么好扒皮的？没有啊，不是很多人在保密，平时说话的方言我们都听不懂。得劲儿，得劲儿，正常啊。有一次我好像穿一个超级短短裤嘛，然后可能我的内裤就是露出一点，我那就穿，哇，真的吗？你的裤衩露出来了，你连裤衩都不知道你是这个人吗？我都不敢相信了，我内裤已经即将四手入，然后奔30的人了。有时候跟他下的量低低，那低时期最多看去就28左右。我那一上去就说，叔叔你能把空调开一下吗？这个是自己在点上。在韩国一般都叫叔叔，叔叔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称呼。还有一次点外卖，哦，那我就点了一件超级好吃外卖，我那可能想点了，他就问我说，你那个外卖在哪里点上？我当时就说饿了吗？他说对呀、啊。我说饿了吗？他说对呀、啊，我有点饿了。我还在想说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，他从来就没有这么亲切的对待过我，然后一直问我饿了吗，我就觉得这些怎么对我这么好。大花在家里都是不穿裤子，哎，不是，都穿两条裤子，但是两条裤子内裤啊，这很正常，在家里当然穿短裤啊，很正常。今天录完，他就开始做作，穿这种，每次他大花都是穿着两条内裤，然后我一点视频的时候，他在旁边讲。我给你大发很露，我每天帮欧尼设计一款发型，哎，就是一款。欧尼每次要拍照，把它放到这里面，让大家欣赏一下。我每天帮他设计那么美，我手机里有一个相册的大发很露，做了稀奇古怪的发型，今天这个刘海就是大发给我做的，每次都不小心，然后用那个烫发器就把我的额头有一次都烫糊了，都是变色了。小梅拉虽然每次都是烫完我之后，我好不容易能留下。我也在笑脸哭，但还要说什么？他巨爱抠鼻屎。对对对对，天天抠鼻屎，而且抠出血了，鼻屎都抠出来了。我是十五克拉的口罩啊，可以每天可以抠12小时，而且每次，而且等到有时候工作，像我妹坐在这点，我就躺在那，都是面对面坐的嘛。每次我就简直一个仿神的发现他在这样。没有一次的，你可以抠吗？不抠，我就不抠啊，我就不抠啊。我们一天要三次洗手，说到底，我也不能不去穿大发，穿大发就是那种一天能问你，我鼻子大不大？能问10次的人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他刚开始问的时候，我还很正经说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然后后来又每次说，大，大大大，都要长白山。我每天站在我面前说怎么办，我的腿好粗，我的腰好胖哦，我好肥哦。我之前都会说不粗啦，不胖啦，要你看别人算什么？然后到后面我都说超胖，赶紧去抽脂吧，巨胖，胖死了。大他最近也是，他说他要减肥，他每天都说每天都吃完饭之后，我明天真的不能再吃了。啊，你不也是吗？你也是啊，你也是啊，这是学到他的呢。天哪，他每次健身都是。然后你知道他有一次就买了个束腰，那个束腰巨可怕，大概就可以只能把我的大腿那个圈住而已。因为我没有穿过束腰，所以我知道肯定巨难受。我就刚穿还好，肯定会更巨难受。那他刚穿，我就说肯定后面会很难受。他一直说啊，没有，很舒服，我也
每天穿着它，然后他就穿了，我们就去逛街，然后看电影，吃东西。看电影的时候，看电影巨多人，因为是周末嘛，就我还记得是西红柿爽度。然后坐下来以后，他就一直在里面难受的，他想要把塑料纸解掉，可是他塑料纸太小了，就一点都解不掉。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在那坐着，然后在那把他整个裙子都解起来了。我就是他那边连着连着，对，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买。对啊，是这样子勾着的嘛，所以一定要往内压，把那个勾给勾着，然后我们就扯着，就扯。我们就这样子。对，后面的不知道以为我们在干嘛，然后我们还一直说，有人要先抬过。不知道以为我们在玩什么，就是很有情趣的东西。我是在当我的小伙伴了。王慧敏同学。非常的厉害。我说姐姐起来，还是聊姐姐感情事情。她聊到一个男朋友，就是她很珍惜，可能就是她的 maybe 什么初恋什么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说，哇，好想看一下照片。然后让她拿出一个100卷，每个男朋友都有个秘密的相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她就说，我应该是哪个？那个叫什么名字？是这样的，我每次交男朋友的时候，我特别爱就是洗照片或者。做一个小视频什么的，所以就会单独做一个男朋友文件夹。分手了之后就不忍心把那个文件夹给删掉，所以就在那儿那么留着，然后攒着攒着攒着那么多。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证据，现在还是晚了。但大发一次谈恋爱也没有看到呢，虽然很冷静了这个阶段。那我就是我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说啊。看到他们都谈恋爱，我也觉得啊、哦，好想谈恋爱什么什么。草莓阿三他就教我玩交友软件。我们手机里还有一个可以联系到国外的一个，就是交友软件。这个交友软件非常大，全世界，它是全世界各地的，所以它就很多外国人嘛。你一点它就是。第一次下载哎、欸，哦，他主动下载，哈哈哈哈哈！每次都是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哪怕不迷失，对。老板，你好意思说人家草莓阿三了、哦？我抠不了鼻屎，我要吐槽草莓阿三，他既爱敷衍人。如果我跟他说什么，就是哦，你觉得啊、哦，他说哇，好厉害哦，哇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哇，天哪！其实心里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真的感兴趣的话，他是会继续聊这个东西。然后就感兴趣的，哇，不是这种。会变身变成星星，命运之啊！哪里的样子了？你是坐那个滴滴嘛，然后就可能那司机可能前面有条狗嘛，那司机肯定会让的、啊，然后我就，然后我就吓到他，怎么了？我大声说，感觉我们吐槽互相都吐槽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就。想要吐槽一下，毕竟我们干这行也是有些年头的。我就想大胆一次，然后但是我们呢又很怕的，互相分享一个我们最讨厌的博主。我们不说这个人不好，而是说作为一个博主来说不太好的一些行为，要改一改的，才能让我们这整个行业变得更健康一些吧。嗯，我觉得欧弟说的非常的有道理。那我们想问一下，你最讨厌的博主是谁？我最讨厌的博主就是。其实我以前是没有那么讨厌这个博主的，我觉得他还蛮努力，视频也非常的用心。我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来说，我对我视频的怎么说呢，想把它做得更有创意更好一些。我觉得每个博主对他自己的视频都是有原创性，所以我就非常讨厌抄袭别人内容的这种博主。真的没看过，你真的很生气，但是你为这件事情他真的有生气了，会被他剽窃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就发现他不仅做了一个很类似于我的视频，别的博主的视频他也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，这个作为一个博主来说非常可愧的事情。很多人一直在说我视频非常的推广女王，但是我真的要为她辩解一下，你为什么会
觉得它广告多，因为它一个视频就植入一个广告。对，我觉得视频呢，每个产品呢，都是推广视频，就是没有人去说它。而我的一个内容视频里面插入了一个广告，就有人总是纠结于我的一个产品的广告。我觉得是大家不懂得的套路，他是觉得我的就是在视频里面展现的性格没有别人那么的强势也好。广告这个东西，就觉得咱们最好以后再单独录一个视频。我接下来就要说我最讨厌的博主，他们就是录起来挺漂亮的，我们还加了微信，然后也有聊过天。那时真的是与他们就是跟我抱怨什么，有问我一些问题，对，就是可能有些啊不懂的，类似于就是一些什么当心当对。然后当时我就是我就巨好，我当时就觉得啊，看起来就是很乐意交朋友啊，我就帮他们，或者就是他们抱怨很多，就说哦真的哦，就是真的，就怎么怎么怎么样。我现在其实开始有点起色了，有点有一点点的火起来了。看火起来，我当时就说哇，他好厉害啊，朋友总算开始出头日了。之前明明都是跟我一起互关的。然后我再点进去会不会已经单向取关我？我怀疑他就是可能怕说啊，我进火起来不想带给你热度还是什么的，还是怕我抱他大腿。Come on，我有抱过谁的大腿吗？你不用把这句话非得说出来，不用非得朝着相机说这些话。其实我们很多都是不是讨厌这个人，而是不喜欢这种行为吧。好啦，接着这个视频即将都差不多结束，再拍下去这视频可能就要两个小时了。单纯聊到近期可能拍的没有那么好吧，但是如果大家喜欢，我们肯定会慢慢改进，越拍越好。多多给我们一些互动，我们才有动力就继续拍下这期视频。而且我们生命组合，就是 maybe 我们还可能会发单曲，我们三个不同频道是不定时，可能今天我发，明天他发什么什么。如果你们想看我们更多视频，当然要把我们三个都全关注啦，关注不用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关注不用钱。那我们说一下自己频道，我是川大发，我是草莓。是韩国宁闺蜜，我是中国妹妹，中国大富大发。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可以了。